那个飞行员，你要不要下一个？你是不是想不唱啊？你抱着那个样子。我想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。来吧，来吧，都 Q 你了。刘湘婵真的很可爱，她好像被这个世界吓得瑟瑟发抖。你说歌名呗，那么。见信好，见信好，见信好。走下这趟单程不归的航班，熟悉这清醒刺鼻的夜晚，我带着一箱潮湿滚进严寒，笑自己少见衣服不知冷暖。你们看不到他弹完那个表情，就是悄悄的。你怕什么呀？我还没介绍我自己。哦，你介绍自己，介绍自己。嗯。啊，我叫雷闪闪。雷闪闪。嗯。然后。什么吗？哦，就是我平时雷闪闪是我在舞台上用的名字。嗯，我觉得我身体里好像住了好几个人，一个是我负责用来生活的，还有一个是我负责用来创作写作的。他很紧张，我太能理解了。我是被逼得不得不站出来跟大家讲话，所以他们的那种状态我很清楚。